国民党破天荒爆主现任议员林崇汉参选平野立委，造成国民党有三席角逐平野立委国会席次，加上跟三元立委候选人高金素美结盟动作，例如他曾经提出的政见要打破三元平野选举制度，加上高金素美平原支持者不少，对选情多少有些加分。我有一个梦想，也是跟委员一样哈，将来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进到立法院，除了跟委员学习之外哈，也能够超越这个党派的藩篱哈，能够成立立法院，成立一个专属的一个原住民的政团。崇汉如果到了立法院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摒弃所谓的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这样子的一个区分，我们在立法院能够组一个政党党团，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捍卫原住民的权益跟尊严，这是我长期的一个梦想。除了台湾第一民主党不满现行原住民立委选制和长期蓝绿二斗，号召其他小党和无党参选的原住民立委共同组成原住民翻转联盟，集中火力在2016年全军进入国会。这次林崇汉跟高金素梅也携手结盟，对于台东地区平原立委候选人是否会造成压力，陈莹跟廖国东认为没有冲突。结盟大概不分两种，一种是政策上的互相认同，理念上互相认同，所以结盟；另外一种是金钱上的结盟。那么我想可以去仔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样的结盟。那么再者对我有没有冲击，我想我只能在这边呼吁我们族人应该用我们的智慧，要有远见，那么坚定的抵抗无畏小朋友这样子。我跨党派基本上要看他的议题了，如果这个议题是跨族的，当然就要给他们鼓励，如果这个议题是跨党派的，当然要给他鼓励。所以我是平常来看，我都鼓励每一个候选人能够尽力的把自己的优势做出来，最重要的是那个服务的热忱要表达出来。高金素梅与林崇汉提出若能不分三元平原，抛开政党包袱，在立法院成立原住民族党团，就没有政党敢背阁后忽视原住民族的权益。这次结盟同时也互相拉抬选情。记者柯兆福彦台东采访报道。